我觉得出门在外真的要脸皮厚呀。我不是中铺嘛哈，然后那个早上醒来之后，发现下铺人已经下车了。刚刚对面坐了个小伙子，我这拿个支架，这么大方的拍视频，不好意思跑了。现在上下一共六个铺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这已经是第二天，早上了啊。昨天晚上一晚上睡得很好很好，可香了。你看我的气色都好了，早上用的牙膏洗的脸，把小脸洗得挺白的，然后手都黑。还有就是早饭我没吃，不想吃早饭。旁边人全要给弄跑了。我睡的这个被子和床感觉比宾馆的干净了，宾馆的都有味道，但是这儿没有，挺舒服的。吃了几个花生米，吃了点水果，其实带点水果是对的，还带水，其他的并不重要。有没有发现这个有光线的时候就显得你皮肤好，显得脸白，所以在拍摄的时候真的有光线，不是因为你好看，而是因为有点光你就灿烂哈。再过几个小时，再过两个小时到机器了，就这么18个小时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有的时候我觉得坐火车比坐飞机省事儿，还省钱，因为你去机场的时候也要折腾的，特别是飞机是早上或者是晚上那种哈，又赶时间不说，还耽误时间，还有你要就是还要影响睡眠，还不如直接坐个火车卧铺呢，你可以一觉睡到底，对吧？不折腾了。反而能休息好，所以呢，我有经验了，以后长途旅行，如果机票很贵的情况下，咱们就订火车票，又便宜，又看风景，还能休息好。哎呀，小腰板，腰有点疼。行了，不跟大伙多啰嗦了啊，再过俩小时我就到地方了。早餐我是这么搭配的啊，一个卤蛋加上番茄。就带肚子里面番茄炒蛋了，上学的时候吃的东西。上学的时候一个卤蛋，一个香肠，蛋黄面。这么慢慢的吃着，看看风景，太阳晒的，真甜。10:39到站了啊，朋友们，继续站到了啊，我拎我的大行李，我可能
继续赶路，一会儿再说吧。我还得上楼梯，因为前面是楼梯，不是电梯。知道吗？前面都是楼梯呀、啊，没有电梯，所以我就不能拍了。两只手拎着这个大箱。我现在已经到了鸡西啊，这个鸡西火车站啊，我就不在这停留了，连饭都不吃了。现在是上午的11点钟了，因为出门的时候，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哈，就是查的还比较紧的，查什么行程码呀，这个啊又排队什么的，所以就耽搁了半小时时间。那现在我就回密山了，在我前面两个路口左右的地方呢，就是回密山的大客车，我就马不停蹄，人不停蹄的我就走了啊。走了，朋友们，是这样子啊。现在坐上客车了，我从鸡西往密山走，是围城大鸡西。现在到了密山了啊，刚下了大巴车，然后我们家乡那边的司机认识我，就直接把箱子给我拎过来了，然后就直接上车了，一点时间都没浪费。但是呢，回去是拼车的，就得等几个人凑满4个人之后才走，这儿等一会儿吧。真幸运，一路挺顺的，一眨眼就4个人正往回家的路赶呢啊。回家了，老妈给我炖了个豆角，还有黄瓜凉菜。这黄瓜是我们自己家的园子里的，豆角也是我们自己家园子里的。吃饭了，还有我们自己家的大米。